月份啊，发生遭不明啊歹徒啊砸毁大门玻璃，本分局啊随即啊成立专案小组着手调查，发现啊以王姓男子为首的暴力集团啊涉嫌犯案，该集团啊平日啊即以率众啊暴力讨债，处理纠纷啊从中啊抽佣获取啊这不法所得为他们的收入来源。那我们专案小组啊进一步分啊追查得知，王贤啊除了率众啊砸毁啊旅馆大门玻璃一案外，还另外涉及他案啊殴打被害人，仅因啊无法从中啊讨债获利，便痛殴啊被害人啊谢芬，暴力行径啊令人发指。案经啊本分局专案小组啊确实掌握啊被害人事证后啊兵分多路啊，全案啊我们把那个王姓主嫌以及啊成员等六人啊全部啊查缉到案。